我就想成为一个就创作类的歌手，就自己创作，然后自己唱自己喜欢的歌。如果骄傲没被现实大海冷冷拍下，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？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深爱千钧一发，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，把眼泪装在心上，会开出勇敢的花，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，闻到一种芬芳，就像好好睡了一夜，直到天亮，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，用轻快的步伐。有人说，任何时候都不要轻言放弃，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你内心热爱的事情。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，多渴望懂得的人给些温暖，借个肩膀，很高兴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，穿过风又绕个弯，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，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，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在半路就返航，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，实现了真的渴望才能够算到过了天堂。说实话，我老是在想过往的很多画面，我记不清是哪一年了。我记得那一年我也还年轻，出门经常被别人叫哥哥，然后那个时候在我身边，大概在我腰这个地方有一个小男孩，他来上我的节目，他当时剃了个平头。他是谁？他就是王俊凯。